你们两个要为宇刚所的礼物给我是？我要我带礼物。什么东西？你一定会非常喜欢。骗人！我觉得我的你也会非常喜欢。骗人！你们怎么知道这匕首吗？都你生日快乐！哎，是香槟耶，香槟！香槟之花。哇，我喜欢。这支真的好喝。所以你们两个是不是蔡苗？是不是送我卡努？我要送你国外的。卡努吗？对，而且是意大利的。我看是那一年的吗？不是，那一年的。 这是什么东西啊？上次是你耶，这个是我代言的那个，而且我的穿牛仔装的那个照片。哎，我昨天画到很晚，画到半夜。这不是卡努吗？而且第一版不是卡努，这个是托斯卡尼来的意大利酒。然后我喝到这一瓶，我觉得真的好好喝，我一定要跟你分享。什么味道？ 它其实，偏酸，它其实是香香的，但它没有偏酸，它的味道还蛮有一点甜甜的感觉在里面，好喝。那我们什么时候要来喝啊？现在开，现在吗？现在吗？你确定吗？这样很浪费耶。哎，你知道我上一版画的这个卡片啊，这怎么撕啦？它全部粘那么粘，你是用口水粘的吗？对啊，我用口水，好粘啊！不是，通常都是应该是用口水。 我要看蔡苗写什么。其实很简单啊，重点主要是那个封面了。对啊，我不能撕烂啊。因为你知道那个封面第一版画的多丑，好想看丑的。我们也想看丑的。所以他现在是说这个很漂亮。这算漂亮？他说他画到很完美。我那个头发画的很勾勒的，非常的仔细。勾。我还边看照片边临摹。他说生日快乐，喝了啦。 喝了啦，谢谢你们两个。你们不要这样，好像人家搞得我好像很爱喝哎。你不爱喝吗？好哎，这个找个时间来喝好了。对啊，庆祝一下嘛，难得生日，对不对？真的，难得生日，一年一次啊。对，一年一次，而且是难得40。是难得是一个，对啊。他们说40是大寿，大寿啊，要好好庆祝一番。然后我就是一个很害怕过生日的人，的确。然后你看小姐姐在那边用心良苦，然后一直吓到我两次，因为我很怕 很怕surprise，很怕被吓，但他们可能用心良苦，希望我就是。 可能你知道，就是下多几次就不会怕了。嗯哼，可能他们是这种想法吧。嗯嗯。哎，可是这个 surprise 算小的吧？还好吧，温和哎，恐怖的整人游戏。对，这种不能整人。对啊。对，你们这样子我就我。但大家应该很想看你被整吧？有吗？我觉得你会哭。等一下，再没有想要整我了。那是你自己想一个气话好了。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整我。不要啊。 我怕下把你吓到，没关系，你弄我，我就会弄回去。那我们还是和平相处。可以。有在怕。好，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两个来参加我的这个惊吓的这个惊吓生日第二波。第二趴，对。还有一个礼物是什么？还有一个礼物就是奶奶。 第三个来宾，如雪，我是奶奶。
怎么烧香？祝你赚大钱，买房子。好。哎呦。好。安妮，安妮，安妮，有，我最近有在看一个要3500万的房子。哇塞 ！Oh my god！ 不知道贷款可以贷多少？3500万大概，首购可以多少啊？我还没有去看的、欸、应该要不知道哎、欸，我没有概念。你明明就有买了，哎、欸，是6700吗？首贷，首贷是要几分之几吗？还是他应该都有一个比例啦，但我现在没有概念。好啦，那个房仲到现在还没有回我电话，嗯，我就是再去看看好了。3500，拜托你们以后不要一直来拍我们家好不好？讨厌，隐私安全，气死我啦！我就是哎，好算了。而且你那边现在你是没有管理员的，对呀、啊，所以我想要不能透露更多。我想要找有管理员的，对啊，会比较好。好，没事，啊、没有。那个，因为那个我儿子说他不想再走楼梯了，妈妈我脚很酸，还要电梯，他每天都是妈妈我想要住高楼大厦，他想坐电梯，对啊，他想坐电梯，然后想要，所以我就是在努力看房子，谢谢我奶奶的祝福，我知道，难怪奶奶昨天晚上有打电话给我，那对不对？你们小姐姐傻了，我想说，因为小姐姐在旁边，她说啊，那小云。小云公，那个阿弟公生日快乐！我说啊，不会啦，阿伟，我真的是捏把冷汗，我的奶奶哟、哦，奶奶才是破梗王吧？没有，你破的比较严重、哦，好吧？奶奶那个好像还好，因为你没有发现藏不住的秘密耶。你那时候那一刻应该也没有发现，我没有发现啊，我只是说我在排歌这样子、啊，嗯嗯嗯嗯，对啊，然后小姐姐坐我旁边，然后她就觉得。可能他意识到了，没有，你们就是太 close 啦、啊，就是很多事情就是会直接反应，直接讲，对，所以也藏不住，对对对对对，嗯啊，对，藏不住，藏不住的爱，嗯，好，谢谢你们两个对我藏不住的爱。那你之后自己有新的打算吗？有新的打算。在慢慢已经开始有一个头出来了，就是在计划有一个头出来了，有一个在那肩膀应该快生了，快生了，但是生过小孩子才有这种比喻。有什么头啊？就是有歌了啦。哦，你是歌不是要给我唱吗？我还有别的歌可以给你唱啊。哦，好好，呀呀呀。所以魏云有在弄歌。对，那蔡明有什么计划？蔡明一直演戏，现在变专业演员呢。对，但是我觉得我明年我想要少接一点戏了，真的、哦，因为我想要回来好好的唱、嗯。对，因为我其实最近一直在帮别人，除了演戏，还有在帮别人制作歌曲，也有写歌。真的，对啊，就是写我想要在也是跟魏如云一样，有目前有个头了。所以希望就是身体赶快出来，对，肩膀啊、脚啊之类的。就是 chord 赶快出来。好的，好啊，那就很期待你们的作品。对，蔡明真的一直跑去演戏，但我觉得也没有不好，就是演戏就是它就是一个过程。嗯，对，他你是不是而且有点在进出很多不同的角色，我觉得还蛮好，对我来说蛮好玩的。嗯，然后我可以找机会去就是感受一些我。平常的蔡明佑的人设没有办法感受到情绪，嗯对，像最近像这礼拜周末有一出16号17号有一出新的戏叫爱妻、嗯，然后他就是在演说我是阿浩那个男主角，嗯然后他就是一个丧妻的男的中年男子，丧妻，就他太太死了，太太死对离开，然后他就是好不容易得到一个机会，就是可以定做一个 AI 机器人，啊。然后把就是他可以长得跟这是什么水星记啊太太一模一样对水星记情对然后就是他回到我身边然后我重新再跟他相处的一个故事好像黑镜哦对就是很像黑镜某一集的剧情就定一个人然后把他放在浴缸里面哦啊对对对就那一集对可是我的这个 AI 他是真的长得一模一样而且连讲话什么都一模记忆也一模一样可是后来他就是会有一些就是 bug 就是因为 AI因为他毕竟是机器人，那究竟发生什么事情？我觉得这里面的就是情绪的转折，是我
这一辈子不可能体验到的。嗯，所以就觉得蛮好玩的。就讲话讲一讲，就比如今天3:22，然后乱讲一讲，会有疫苗坏掉。对对对，讲什么？我刚刚说的什么吗？宕机、宕咖啡，或者系统更新中，这种的。对啊，很失落哎，这样会很失落。不要，如果今天可以换成一个，对不对？如果对啊，换成我爸回来，哦、那也很好。啊，好怪哦，我觉得有点怪。哪会？我要啊。可是他是机器人哎，所以他就不能喝酒啦。哦，太好了，这是他人生另外一个最大的 bug， 因为他要去坏珍珠坏掉，坏掉，对，好酷哦！你再讲一次啊，那个戏 AI 爱奇爱奇就是那个，反正他就是把那个 AI 变成爱了，哦、oh. ，对，他爱，然后 AI 写在中间，然后妻子的妻，所以简称爱奇，爱奇，对，然后是在台中的中剧院演。中继宴吗？中继宴，台北目前还没有场次啊，所以就是可能台北的朋友到时候如果在台中的话，可以顺便来看看。10月16号、17号，对对对对。哎呦，你这么百忙还来弄我，一定要的。怎么弄你？哎，我们认识快10年嘞，我跟你认识快10年。对啊，快10年，你看我们2013年，这是很深厚的友情了耶。对啊，我有这么久吗？有这么久，现在2022，天哪，10月，天哪，嗯啊、没关系，蔡明生日快到了，对啊，提醒一下，对，他还跟我 order 他要吃什么蛋糕哦，我还是好，什么？你该不要吃榴莲蛋糕吧？不是，他是就是我喜欢吃的，他喜欢吃波士顿，我们就喜欢吃波士顿，跟我一样呢、啊，对啊，好，是去年还是前年啊？我帮你。庆生也是送你一个波士顿派啊，有忘记了吗？有，也是在这。前年吗？去年？再没有。没有吗？我吃到面啊，哎、欸，好了，算了啦，忘了啦。猪脚面线。算了啦。什么、啊？你妈煮的米饭啊？对啊，我知道。对，讲蛋糕我没有印象，讲你妈妈煮的那个，我就哎、欸，真的好好吃。对啊。结果他今年妈妈没有空送酒，妈妈现在在游山玩水，没有没空理你。哎，想起来那个真的好好吃，我想起来你们就是还叫他吓我，然后我不是视讯给他，然后怎么黑黑的黑黑的？对啊，在门那个后面的公园啊，对，然后黑到走到这边来。啊，我天哪！天哪，我每一年嘞，好快。哦，这是去年的、哦。我每一年的生日菜名都有来，没有。我现在我就是印象到他在吃许光汉的醋。对，然后有这件事，然后再叫我跟他合照，然后再把它放在我的皮夹里面。对，我对这件事情印象很深刻，好好笑。对，好休息一下哦。蔡明，我刚刚一直在讲他那个什么爱奇，但我们之后还有一出。嗯，就是向左走，向左走，广告吓得不得了哎、欸，嗯，真的是不得了。对啊，向左走，向左走，好可惜哦，我们这次都没有拍新的照片。我一直以为我们要拍新的，我也以为会拍新的照片，结果就突然拉掉啦。对啊，为什么？不知道哎、欸，还是还没拍而已？是你们太忙吗？没有，就没了啊？为什么不？我们的心电感应。啊、然后我还想说，还是我出钱，我自己拍出来的，因为就没了。我一直以为是用旧的照片宣传的、欸，目前是旧的，是的，嗯，但有说有新歌，对，有新歌，你写好了没？我早就写好了、啊哦，我早就写好了。我上个礼拜见球叫我去定 key， 啊、嗯，对对对，他也有跟我要分轨，对对对，對有他就是对我们已经在如火如荼进行我们那个新歌，太棒了。对，我现在想骂一下蔡明，有够难。你那个，因为我想说，嗯，是魏如萱，她是歌后，前面什么都可以唱，对，她什么都可以。OK， 然后第二段她也 OK， 然后到最后一段要和声的时候，想说这边是什么呢？哇，连你都觉得难，就太难了吗？就是很没有，是很蔡明有哦哦，因为我中间有一段 Adore Leap 的那个的地方，不是到时候你们听就知道，就是。很蔡明佑的感觉的，好想听新歌。对，你会来看的、啊。我会。魏云全部都有。他刚开始要宣传的时候，我就直接跟他说：“我想去看，我要去。啊”其实真的，我觉得蛮值得看的，因为这次那个中间的吉米咖啡馆整个是大改造，它整个是一栋高耸的建筑。哦，对，天哪！
啊、而且他们说我的那个中间那个舞台跟我的演唱会有点像，它是旋转自转，它会自己转、哦。就是你之前那个小小的什么自转，下面有人在推，好不好？哦，对对对对对，下面有20个人，有100个人在推，手动的。对对对，好辛苦。你明天要来看看。对啊，一定要去看的。舞台不一样，然后还会有一些。就数位的东西，还有三首新歌，一些 AI， 对，一些新的 AI 科技，对，可能我远端控制，很像宕机，你就不要讲到别出剧的台词，不会，你不要，不要在那边，就这，不可以，所以讲一句来听听，你讲一句 AI 的台词，我听听 AI 的台词哦，对，我想一下哦，我想一下。好了，他特西完全没有在那个。突然忘记耶！他真的突然忘记。他宕机了。那我讲。真的宕机耶！他真的宕机耶！第一句啊，第一句呢？第一场第一句。结果这个第一句在唱歌。结果这个戏就是，结果他这还是真正的 AI。其实是男生 AI 吧。爱夫。还是我们来吃爱玉？好了好了好了，我们休息一下。哦、完全宕机，我想一下。你想一下，我们第二个小时很快就回来了。好的。10点钟回来，他们两个还在，因为我们就是有聊不完的话。哇！我们还有准备蛋糕。Oh my god！ 仪式感还是要有的。小栗子，对，栗子蛋糕。好，那丽丽，我们来唱歌。好，你这次不是一个人了，不是像向左走，向右走那样。希望没错。哇，天哪！你等一下要自己关开关。我好害羞哦。哎、欸，你知道那种对于很怕过生日，我现在心情就是。心就这边胸口很紧，你知道吗？就是，但还好现在是你们两个，我还 OK，、嗯啊、还有小姐姐他们，熟可以可以。好，那我现在，你们要唱歌，我们要唱生日快乐歌。1, 2, 3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两个没有默契的人。祝我生日快乐，祝我生日快乐，祝我生日快乐，祝我生日快乐。Yes, Happy birthday to me。也许愿了。然后今年呢是我的那个40岁的生日，人家都说。40岁是大寿，但是我觉得我们想、脑袋里面每次想的那个40岁，可能跟我们以前那个年代想的40可能有点不太一样了。嗯，我觉得40，我想它会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你知道，介于那种、因为你知道，就是之前的3都已经过完了，我就以后再也不会回到3了，接下来就是继续的4，然后，再有一天会变成5，所以当然有一点点。害怕，觉得哇天哪，四会怎么样？就是觉得以前就觉得四就是很大，是大人很老的那一种。但我总觉得好像还好，我也没有到才刚开始。对，就是说我想象的四好像跟我以前想象的不太一样了。就是你自己创造你的岁数应该长什么样子啊？好，然后魏如云都常常就是有在安慰我，就是说。就是叫我不要去管那个数字，年纪数字。对，他说有魅力的人哦，是不管你几岁。你知道，就算到你70岁，你还是有能力，有那个魅力，可以去让别人迷上你。嗯，好的，我到70岁的时候，应该还是可以唱歌的吧？还是很迷人。好，到时候再说。我们先把我的40岁过好，然后现在就是唱完歌，我要许愿了。那我的第一个愿望就是希望我身边的所有的家人啊、朋友，我是讲家人跟朋友，我的家人跟朋友啊，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身体。很健康，对，然后就是希望大家就是都要好好的，因为身体健康实在是太重要，我没有身体健康就什么都没了，所以我希望你们都可以好好的，身体很健康。然后第二个愿望就是希望我可以赚到钱买那个房子，好不好？成真大安区好房，一定可以的。一定会，请问现在有建商听到吗？还是有人要卖房子，可以私讯给我吗？大安区好房，成真这样子。嗯，然后就是我希望就是心想好的，全部事情都会成功。是的，对。然后就是我希望现在就是在听电台的每一个人，大家都会自己都可以许一个愿，所以你们都有一个愿望哦，就是你们也都可以拥有一个愿望。我其实我怎么3个愿我早就已经许完了吧？还要第3个吗？
不用，小姐姐在那边跟我摇头，她说不用第三个。第三个不是要藏在心里，摆在心里不能说出来、啊。哎、欸，我要许，不能说出来的。自己还不自己笑，什么意思？好，好，好快哦。耶、yeah, yeah, ！生日快乐！怎么话这么多啊？这看起来很好吃哎！你要现在切来吃吗？好啊，那你要先自己切第一刀。我觉得这种小巧蛋糕好好好，很可爱，上面还有小泡芙。我记得有一年小姐姐还帮我买那个小麝香葡萄蛋糕，那个还有够好吃。它上面写什么？它是上面是蜂蜜，不是蜜蜂吗？完，我被我儿子阿玛迪斯的。因为他看到蜂蜜说：“妈妈，我要吃蜜蜂。”才没有。嗯。接下来是你。好，下一个是你。来了。嗯，来了。来了。栗子有泡芙，还在里面有藏戒指吗？然后等一下会出现别人吗？没有，哎、欸，小姐姐没有别人了吧？没有了啦。没了吧？古亭爱情物语。你刚好没关系，我讲这也没有人知道。完了，小姐姐，你看，好，小姐姐来救我们了。看不下去，可以可以，看不下去，你们继续聊吧，没有人会切、啊、我帮你切。你们继续聊，像像萝卜，萝卜干，交给小姐姐。像萝卜干，然后旁边这个像香菇，蛮喜欢的。但你很久没有喝了吧？有哎、欸，上次他被求婚的那一天，哦、對, 對, 对对对，我有喝很多种。哦，那天真的是有够累的，你知道吗？因为我根本就在压缩我的睡眠时间。哦，对、啊，一定的，累气。对，但那天是就是我生完孩子之后第一次晚上出去玩，嗯、第一次，嗯嗯出去 party 的。对，因为那是他要被求婚，然后我才去，不然我根本超级难约，我就是不出门的那种宅女。嗯，然后而且我们还有续摊呢，还续摊、喔。对，好难得哦。对，我还去那边唱歌，然后我在那个 KTV 唱歌，然后大家就把手机拿起来拍，全部前面一整排都在拍海景第一排，用拿着手机的。太神奇了，魏如萱竟然出来喝酒。對真的难得钱柜看到他，很太奇怪的一个晚上了，很迷惘。对啊，感觉钱柜就不是你会出现的地方。而且，哎、欸，你知道我那天超级笨的。怎样？他们其实点歌在手机上面点歌，哎。你不知道，哦、对对对啊、你唬人呐、啊、你！你看他多久没有去捡柜？你好夸张哦！他说哦，然后呢？在 APP 就手机点就可以啦，进去把号码输入进去你的 APP，、啊、然后他就可以点。你知道现在连那种在那种 Nakashi 那种小姐姐摇头地方，你小姐姐不知道的。我立卡在小姐姐陪我，他们也不知道。现在 Nakashi 也是可以这样手机点歌的，不只有钱柜。他是给你一个 QR code 吗？对。上次我去一家餐厅吃饭，然后他们也是系统在云端上，对，你就用类似搜寻 WiFi 的方式找到他，然后一连起来，手机就可以点歌，对，直接都不用管是不是钱柜的系统。我觉得你们好现代哦。很然后我就是看到可以用手机点那个，我就觉得哇，好神奇哦。然后我都觉得我天哪，我觉得我旁边人一定觉得我是。什么？古人，我旁边还坐黄伟晋，黄伟晋会不会因此而觉得我就再也不是他的偶像了？不会，他还是很爱你呀，爱侬。谢谢。哦、然后先吃第一口的蛋糕。黄伟晋在，黄伟晋是我那天的服务、欸。哦，为什么？因为我就是我很害怕呀，因为太多人，我很紧张。哦。然后黄伟晋说：“你要去哪里？”我们是要去拿香肠，你要吃吗？你好没安全感，很怕他跑就去那里。对，我就说他那天是我的浮木。哦，对，那天就很多帅哥，所以你就一直抓着他，然后对啊，然后连魏如云在求婚的时候，我都没有去前面看。你也抓着他，我还找他，他不见了。那我在黄伟晋的腋下。你不是最讨厌别人的意象吗？我那天没有办法，因为他是我的服母，我想说干嘛穿背心呐、啊？对啊，因为我想说超爱穿背心的好吗？对啊，然后我就又没办法。我们这种有练的都会，对，有在练的都会很喜欢露。锻炼来干嘛？我就问，背心酸哦、喔。好，那天听觉得袖子要剪掉吗？我今天是为了你，我这件还，我
超有效。你应该要穿贝小姐拿剪刀来。不行，这件是 Fred Perry 不行。哦，不行，很贵，很贵，这件有一点价位。对，好，所以那一天他就穿背心，但因为他毕竟我的浮木还是要，毕竟要还是要黏着他，然后他就在拍，用手机，因为他很高嘛，然后魏如就是他拿那手机很高，然后再拍魏如，然后我就整个在他的衣架旁边看完整场他们求婚。在黄婉静的腋下旁边，还好还好吗？他应该会很多人羡慕你耶。对啊，他歌迷那么多。对啊，我歌迷也很多啊。很多歌迷也羡慕他的腋下。我们歌迷也不小吧？对，但我就是知道腋毛在那边，然后我就会有我现在就只跟荧幕啦。对对对，烦对，就是魏如没求婚。哎，那恭喜你，谢谢。对对对，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恭喜恭喜。对啊，好啦。那我们现在要吃蛋糕了吗？好啊！小姐姐说这是什么酒渍啊？酒渍荔枝？怎么找瞎了？刚刚是奶奶吗？我刚面的面是奶奶，酒渍荔枝蛋糕吧？哎，好吃哎，很好吃！哎，有芋头哎，嗯，又是又，不是又荔枝，那是荔枝的啊，是荔枝泥啊，泥吧？哦，因为颜色很像芋头啊。我看，嗯，好好吃哦。哎、欸，你不是才去旅行回来？我去台南跟高雄。哦，哎、欸，怎么看起来很像在日本啊？对不对？我以为在日本，你知道吗？朋友太会拍照了，好厉害哦！好好吃哦，嗯，好好吃哦，真的好好吃哦，嗯。我等一下吃完这要吃一个小姐姐她送我的生日礼物，真的。她送你什么？吃会一直大便的东西。啊、为什么呀？就无痛清肠。然后真假的？嗯。然后就会一直瘦下去，是。所以你有排便不顺畅的问题哟、哦？嗯，没有，就觉得吃太多很有罪恶感哦。可是你现在那么瘦，你怕吗？对啊，对啊，你们看没有看到我被拍是不是胖死？还好、啊，而且你看，你在我们心目中就是都是瘦的。好啦，对啊，你现在很瘦耶。对啊，你的腿，铅笔腿耶、欸。我看到那个形象照片，我想说哇哇，也太瘦了吧。因为他脸是凹进去的，对啊，你现在脸是凹的耶、但是我那个啊，我就是，你知道妈妈手臂都比较壮，你妈手臂壮不壮？嗯，也还不错。对，没有妈妈的手臂都偏壮，因为变形金刚啊，对，万能手，也是，那就是要保护孩子的手臂。对啊，嗯，我就是一个腿在撑啊，就是腿很细，但是外面人家要拍都是拍上半身啊。可是如果你有穿有袖子的，其实你手也不粗啊。你们真的很会那个哎、欸，安慰我。不是说实话，因为你胖的时候，我是认真也会说。那一天，那一天左右的记者会，娃娃就在那个我们还没开始，他就问我说：“哎、蔡明耀，我那时候是不是比较胖、啊？”嗯，然后我说：“对啊。”这才是真的朋友，真的家人还会这样子。然后你知道我讲完，我就心里面丢了一下，想说：“会不会太直接？”那、你现在瘦就好了、怕什么？好，就不能再胖了、瘦维持维持。嗯、欸，我真的很认真在吃、欸，它那个酒渍，有一点像樱桃酒渍的那一种的味道，但你吃进去它不是樱桃，它是荔枝。荔枝那个酒渍，荔枝很好吃。我没有酒渍。嗯，你竟然没有？我已经吃掉了。没关系、你们吃就好。没有没。但它那个，荔枝有。嗯也是有浸在酒里面，因为它荔枝有吸到酒的味道。有，它蛋糕体里面有酒，还是有酒渍荔枝。对啊。好好吃哦。真的哎。你吃好快哦。因为很好吃，而且这个，而且不知道为什么不太甜。对啊。嗯。我觉得不太甜的，我最喜欢那种不甜的，就可以吃得到奶油的香味。嗯。然后它的海绵蛋糕也没有很硬，是那种戚风松软的。Candy， 好好吃哦！有、我今天排的歌都被我们聊掉了，都被聊掉了。算了，没关系，我很认真在排的。边际广告。哎、你看有蛋糕，就是我就没有要让你们走的意思，就让你们继续陪我。哎、真的蛮好吃的哎，谢谢小姐姐准备精心准备的这个，真的好好吃。对，荔枝蛋糕，它好香哦。对啊，可能我小姐姐我知道她为什么要送我荔枝，你知道吗？希望我四十岁以后顺顺利利。好棒哦！哎，是不是很会？
会，很会耶，很会讲祝福的话，顺顺利利耶。哎、啊，那你知道为什么要送你红酒吗？因为希望我大红大紫，对，一路长红，然后我们友谊长久。哦，真的耶，而且你看他脖子上还戴那个，对啊，现在还戴着，我都忘记他的存在。真的，天哪，我们的友谊啊！嗯啊，我的天哪！而且你真的是演艺圈，真的是最了，我觉得是最了解我的艺人。真的、哦嗯？对啊，我都要把他当，我要当他企划了。因为，对啊，就是会很明显的感受到，很温暖，很温暖。然后，而且也不会怕他。嗯。但是因为我，但我跟你讲，天蝎座在这个之前，我们可是花了很多时间。哦，我那个柏林微笑，太明显了，高耸。为什么啊？天蝎座，我在跟他还没有很好的时候，我就说：“帅、嗯、喵在干嘛啦、啊？”好像有一阵子很常听你说，对对对，刚认识蔡明佑的时候，不是因为我真的跟不熟的人就是很没有办法，我也是需要一些时间，不是我也没超级没有办法的，嗯，但是你就是会一道墙，然后我就是。我也很害羞，我也很紧张，嗯，然后我也想说，管我们要怎么样可以在短时间内变熟，然后我也很急，嗯，后来我就不管了，豁出去。而且当你不管的时候，哦，墙就倒下来了，是吗？嗯，就是你开始、哦、开始就是用很直接的方式跟我聊天，很自然。对，后来因为一开始你知道两个都会紧张，就我很积极的想要问一些问题，嗯、然后对，但是你知道就是。对，得不到那个真正的答案。对，然后后来等到我想说，好了，随便呐、啊，我都要演出了，不管你了，随便你。然后演个几场下来之后就好了、欸，嗯，对啊，就慢熟啊，就是这样。也没有慢，欸、是哦，怎么慢熟、啊，超慢熟。可是我忘了我们是什么时候才熟的、欸，好像是有一次你喝醉以后。不要感谢酒精。我才真的觉得哇，这个女生好直接哦、喔，很自然，她很自然，很真诚、啊，真的假的？对啊，果然还是喜欢，果然还是需要一些酒精、啊，酒精呢，好烦哦、喔，好像是、喔，我也需要啊，就是对啊，所以我们都是那种墙很厚的人，但只是用不同的方式在表现那个。啊，算了，没事啊，反正我们都已经好了。你不会吗，吴宇云？啊，对啊，你也是，你不会是强，像我们这种强很重的人吗？对啊，你是这种。你们不是我跟他比较，魏宇云比较不熟。双鱼，我是双鱼。那你会？谢谢。我双鱼，为什么天蝎要恨我？我好像还可以耶。羡慕，蛮就是我一开始也会有一道墙，但是还蛮容易被打破的。哦，就是如果有人对我示好很多次的话，我就会愿意打开心房。对，我真的不知道我示好蔡明有几次，但我也没有很积极。我记得我好像示过一两次，他都不理我，就不想鸟他。因为那时候你就是会写一些就是小、哦、小纸条给我。蛮温暖的耶、嗯，超温暖的，我忘了。但是他说他放在小提琴盒里面，而且我到现在我都还留着。哇，好可爱哦、喔嗯！你看这种友谊。对啊，现在回去看就想说，他没有你那时候是怎样？是有多冷？是家里有事吗？对，他有多冷漠？他就是一、就是、冷漠哎、欸，人这种仙风道骨，人都有过去嘛。就这样悠悠的就在我的面前晃来晃去，然后也都不鸟我。哇哦！那后来好像就。没什么。那你现在有变得比较好熟一点吗？你现在比较自在，我现在洗澡都可以接他电话了。不是，就对他，我是对其他人，还是会这样子吗？哦，现在偶包真的是放下来很多。哦，我是你偶包放下来很多，对他以前偶包真的是蛮重的，就会觉得要有样子。他现在还是有偶包，但是少很多。嗯、我现在认识偶包很重的人是蒋卓嘉。是你的同事吗？为什么？怎么说？徐水生日快乐！他十月一号生日，我十月一号。他，我看到他的时候，就是偶尔看到以前的你的一些样子，就是偶包太重的那个。我们都偶像出身啊，难免。哦，就是有一种奇怪的坚持。对、啊。但现在想起来，真的也不知道在坚持什么。可能就真的要经历过那一段吧。对啊。对啊。自己要放下才，才那一道墙就会解开。哎、欸，对，我跟你讲，那你朋友很多吗？我朋友不多，我朋友就大家都以为我朋友很多，我朋友也没有很多，你问他就知道，他朋友超少的。对，但他们都会觉得你我朋友数十年如一日。其实我以之前也都觉得你朋友很多、啊，因为觉得、欸、开朗的女生应该朋友会很多，应该说大家都很喜欢跟他做朋友，也很想要跟他做朋友，嗯、但是能够走入他的核心的大概就是那几个，真的哎。对呀、啊，可能我的笑点也很奇怪，嗯。
有吗？好像就是那上个礼拜五，黄玠跟那个王玠跟那个吴志明就来，然后他说我以前都很爱闹他们，然后我完全忘记我那时候在那边联合起来，大家一起欺负吴志明，就是 A 是什么 ，B 是什么 ，C 是什么 ？A 是红酒 ，B 是香槟，你知道 C 是什么吗？什么？啊，这个我忘记了耶。C 是什么？什么？我你随便讲。C 是 whisky。对。怎么怎么了？是我猜对了吗？我正确吗？你正确。哦，哎，为什么？哎，对不对？然后对啊，然后逻辑上是这样、啊。然后那反正就是这个游戏。然后当年我就好像就是因为那时候也没有什么手机，然后大家都在聊玩这个无聊问题。这不是你教我的吗？好像是，我还有那个什么什么几匹马，七匹，你知道吧？差点喷出来，什么了？到底什么？你知道吧？是什么？是什么？我也忘了。你忘了？天哪！好，这吗？请问有几匹？我知道，13匹马。不是，你真的忘了？你自己有在算吗？我有在算啊。那再一次。好。几匹？6匹。2匹。为什么？你忘了？我再敲一次哦。刚量是2匹哦。我觉得我现在好像在拿两匹。我觉得我现在在那个跟钱柜用手机点歌是一样的。哎，我们以前在玩呢、啊。什么？有几匹马？3匹。啊？4匹。是几段吗？1、2、3，对不对？不是，你看他开，不是、啊、什么、啊？一定不是，我觉得一定跟刚刚那个 C 是什么？他连刚刚那个 C 是 whisky， 他都是猜。对啊，你怎么会猜不到？他猜到的。我不知道哎、欸，什么啦？我现在几批这个我玩，我不知道怎么玩、欸。现在公开，大家听众全部都知道了。对啊，没关系啊。你应该很多人跟我一样不傻傻吧？不傻傻啊。好，那你怎样啊？再抽。好。算你不要公开好了。几批嘛？2匹。3匹。你知道了。我知道了。再一次，我会了。再一次。哎、欸，小姐姐，你猜到吗？你们知道，你们知道吗？我想来，我知道，来。好，那我们换你出题，你知道了。猜猜几匹马？嗯。啊？我知道，喂，5匹。对。什么？我觉得快疯了。我不要答案。欸、我刚刚马上 get 到那个逻辑。先刷掉一杯再猜吗？我觉得我跟你讲，我觉得蔡明又不知道。再一次，我们现在再一次，我知道了。我觉得很聪明，我觉得很聪明，他很快就对，因为大他头很大，大的头很大，头很聪明。来，你猜猜看有几匹马？哇塞，8匹。是吗？我数一下。的确是哎、欸。我看到了。Yeah! 我进入你们的世界了。我们在同一个维度。可以。Oh yeah！ 那我们不要告诉观众。好，我们不要听众。那小姐，你们是不是知道？你看他们天灵盖上都是问号。开心。耶、yeah, ，好聪明哦！是，我们下次再去骗别人。好，对对对，好好玩，留着，爱语，对对对，太好玩了，很好玩呢，真的。对啊，你看，对我意思说，就是我的那个无聊笑点，就是这样。然后我就会因为这个小小的笑点，然后可以笑很久。对，真的。然后我就会很怕，因为大家不是都觉得我很奇怪吗？然后我就会有点害怕别人觉得我很奇怪，然后而且怎么样。然后但现在我就学会了，只要我不尴尬，就是别人。没错啊，对，真的。而且年纪越大，就越有一种这种感觉，就觉得我就是你就是这样，我就是这样，嗯，你就是这样很特别的人。对呀、啊，好，对，哎，频率不一样无所谓。你几岁？无所谓。我35。才耶。136。哦、oh, ，我们两个都比你大哎、欸，真的。你是38，我是38。哦、oh, ，是看不出来。一朵花。嗯、你是35哦。35，嗯，大家。我出道早嘛，嗯。哦，你跟他老公同年。嗯。哦，真的哦，嗯、都是75年次的嘛。对对对，他今年35。哦，那他你快35，可能你是他下哎、欸、上一届。嗯，类似这样啊，没有啊，你问他属什么呀？
我老公好嘴好软哦，讲不出来耶这三个字。哦，你说你老公没关系，你才刚结婚几天。对啊，慢慢适应他。他是属兔。哦，那他76的。嗯，哦，对啊，嗯，我是属虎的啊。嗯，鸡鼠二牛三虎四兔，对，这又是哪个频率？你们两个如果不加数字，念不出来。念不出来。啊？嗯，好妙哦。好像老师教错。不是属牛虎兔的，对对，你们没办法。然后我们两个一定要鸡鼠二牛三虎四兔。你们该不会连啵啵啵也没要这样吧？一啵二啵四啵啵啵四啵五的六的，对啊。1A2B3C4D51 好难哦，我没办法，因为我用那个英文的月份啊，那个我要用唱的才唱得到，怎么可能？就是小时候在幼稚园，怎么唱？怎么唱 ？January, February, March, April, May, June, July, August, September, October, November, December。我要算七月的话，我就要再从一月唱到七月。认真，认真。所以我每次大家问我几月之后，就 January March April April。所以你看小时候幼稚园有多重要？对对对对，他们说什么什么六岁定终身是真的、欸，真的、哦，就是那时候接受到任何讯息。对对对对对，哦、好好笑。我说，哎、欸，小姐姐，今天是十月十号，我怎么觉得好像在录过年特别节目？好，进广告。哎、欸，我们真的聊好多哟，聊好久、哦，很久哎、欸，占据你的节目，对，很好啊，占领你的节目。因为觉得，我就会觉得，天哪，我今天那个时间过得很快，因为通常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就会，嗯，差不多到十点半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冷，因为我们这边冷气很强，对，你差不多到十点半，我手这边都会是紫色，然后今天你们来，然后又吃蛋糕，然后小姐姐还泡茶给我们，热茶，你们有喝热茶吗？没有，喝喝看。就是配那个蛋糕很刚好，它是什么煎茶吗？这是什么金萱哎、欸，好金萱，好香哦。因为我是如萱，有奶奶，奶奶刚才叫我如萱呐、啊，如萱、啊，好、啊、好见外，他很少叫我如萱哎、欸，还说叫你丫头。丫头对啊，好啦，我刚刚跟蔡明又到底讲了台词了没啊？还没，那你讲一句想起来了没？好久过了这么久。喜欢的事，如果太快太紧，弄清楚答案就会终结我们的想象。说哦，我懂了，你的意思是说，答案终结了我们对想象力的冒险。嗯，然后。好啊，那你翻译啊，你可以翻译这公园给我听吗？我可以。好。对，就是这样。对。然后就开始拉小提琴了。对对，我们俩。对对对对，拉小提琴真的很帅。对，真的开始翻译了，很帅。对，只有蔡妮佑才会这样拉哦，因为其他人都是用放的。你干嘛？干嘛说出来？有差有差，因为我在那边旋转，因为他在拉那个小提琴的时候，整个灯光会变换，然后就是会有公园的落叶，然后我就对对对，他真的翻译出来了耶！然后我就在那边旋转，然后因为他是现场，而且你知道，因为我靠他最近，嗯、然后我这样一转过去的时候，我可以看到他那个叫什么弓啊？弓对，拉那个旋的时候会有冒烟、哦，那个松香、啊、对，松香对。对，你看我是不是真的很认真？我看得好认真、啊。Only me， 有人在羡慕了，粉粉呢、欸，然后再继续转。对，松香，对，他们要是增加那个弓跟弦的摩擦力的中间的一个物质，哦，嗯很酷哦，那个东西很酷，嗯嗯，对，赞赞。对啊，好了，以后就是每天拉小琴给你听。好好好。对，接下来你可以常常听到。近距离。然后蔡明佑，我要听那个阿拉贝斯克。哒哒哒哒哒哒滴哒哒哒哒。点歌。那是钢琴曲。也可以拉呀。好，也是可以。蔡明佑要听月光。噔哒滴哒滴哒。那如果蔡明佑想唱听海。可以，这个比较简单，你知道，因为旋律比较简单。蔡明佑。他没有讲脏话。蔡金龙是谁？一定有人不知道，对不对？对啊。哦，
对，新一辈的应该不太知道。真的。是金龙没错吧？是金龙、嗯。你们知道是不是？哎、欸，是不是有个牙刷也叫金龙啊、嗯？有吗？有有有金龙牙刷哎、欸。我也不知道。就是老兵在用的你为什么知道老兵在用的牙刷？我觉得没有啊，因为我就是这么很喜欢看一些有的没有的东西啊。真的有金龙牙刷，不然你现在手机 Google 拿出来，真的吗？你看，真的有啊。因为以前金龙牙刷的那个的老板的儿子在我们电台里面上班，难怪能够记得这么清楚，记得很清楚哎、欸。好了、啊，谢谢你们两个今天陪我在那边胡搞瞎搞。不会很快乐，对啊，好快乐哦！不要这样，每次叫小姐姐，然后把你们逼来。好啦，他们平常我也很难约，然后我们时间也很难凑得上。没有啦，嗯、我们三个比较少，我跟魏如云可能有，然后我跟蔡明有可能、嗯。我跟你很少啊，而且我之前因为你跟，对，就之前讲说要去你家喝红酒，哦、连我要跟蔡明要讲个秘密啊、嗯，讲到我都要快要忘记了。他说：“哎、欸，你怎么还没跟我讲？”啊、对对对对对。而且这是去他高雄的演唱会的时候，过超久了。对，那个秘密还记得吗？他已经跟我讲完了，他讲完了。然后我们就很像那个班上的那个两个讲别人坏话的学生坐在旁边。八卦没有这个坏话，只有我在讲，好不好？我跟他讲完说，嗯，他就这样、啊，没关系啊，没了，没了。那也没关系，因为我已经在早就已经没事了。嗯、对啊。所以你是不是也知道是不是？他应该知道了吧？对，我应该知道吧？你应该会、啊、有有有，我什么事你不知道，魏如云？对啊，对对对，欸、但我还是有一个，好，没事。什么、啊？那你再跟我讲，再跟我讲。好，很多秘密。我很喜欢听秘密耶，现在。怎么变成这样？跟你那交换一个啦，你讲一个，你讲一个秘密给我们。好，找机会我给你。我刚笑到打一个嗝哎、欸，喝茶吃蛋糕打嗝了。我刚刚讲咳一声哎、欸，那你需要吃？是喝咖啡吃甜食，又让你胃食道逆流了吗？好，希望就是我今天的十月十号就是我四十岁的生日，就是这是我的第一天。今天有一个很快乐的开始，很快乐的收尾，这两个。小时真的是 happy hours， happy hours。谢谢蔡明佑，然后谢谢这个菜鸟，菜鸟魏如云。哎，你知道我们三个都是同事吗？对啊，对对对对，他们两个在楼上，在你对，你在十楼，对，他们在 pub radio， 然后我在 hit fm， 对，就是很像隔壁班同学。对对对对对，下课十分钟来串门子。对对对，这什么十分钟？这是两个小时，串了两个小时。对啊，一起翘课。好，哎、欸，你们讲一下你们两个节目时段好不好？ Oh, 我是菜鸟魏如云，我的节目时段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七点到九点。我是漫游 DJ 蔡明佑，嗯，我是每周六的晚上六点到七点，一个小时的时间，一个小时，对，就是没有像你们量那么大。可是我觉得你也很适合做量很大的耶。可是我不知道哎、欸，我觉得还是有点恐惧那个 live 的。而且要一直讲话，一直讲话的感觉。其实还好啊，所以我其实常听你们节目，然后觉得哇，你们好厉害，可以一直讲一直讲。你也可以、啊，你也可以的。我希望有一天我可以，我可以突破那个心魔。可以，你一定可以。好好嗯，好，那我们就在这个 Have a Nice Day 的这首歌里面跟大家说拜拜咯，希望就是这个快乐可以延续到就是。你知道，因为现在2022年已经剩下几个月了，我们都要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嗯，是的，请大家期待我们的向左走、向右走的演出。没错，嗯嗯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那等一下，夜猫 DJ Dennis 会继续陪伴大家。那我们就明天见喽，晚安，晚安，拜拜。